给你。咁其實咧，你哋好多朋友咧都等佢好耐噶啦。多謝。係啊，嗱咁你見到啦，阿 Jean 佢今日都非常之即係支持我哋呢個活動啦。咁你見到其實咧，佢啲即係首飾啊，或者成咧咁嘅一啲綠色。係啊，綠色。係啦，綠色好緊要，咁啊係支持呢個活動嘅。咁啊，聽講你係素食者嚟嘅喎，即係你都係有食齋咁樣樣喎。咁分享一下點解會即係食齋，或者可能係嗰、那個即係生活上點樣環顧貼心啊？其實我就唔係長期素食者嚟嘅，咁我就每一年咧至少都有40日啦，至少都有40日係一個齋戒期嘅。咁我就喺呢段齋戒期裏面咧，就可以揀啲你可以揀一啲嘢嚟做出少少犧牲嘅，即係有例如有啲人係沉迷上網嘅，咁佢就可以喺呢40日裏面，呢個係我宗教信仰其中一個部分啦。咁佢就可以揀啊，可能我戒40日唔上網，咁我就揀咗食素嘅。咁點解咧？我覺得呢樣嘢係一舉好多得嘅，一舉多得。點樣多得法咧？係即係除咗對自己健康有益之外啦，其實係啦，都好環保嘅，因為即係如果我哋。即係你種個菜嘅地方咧 ，same area 咧 ，same 同一個地方咩 ？Yeah，the size of the 地方係你可以種好多菜，同埋可以提供俾好多人食嘅。冇錯。不過如果你係養動物嘅話，嗰個 amount 就會少咗好多，咁就其實係好嘥地方，咁同埋唔係太環保嘅，同埋排碳啊嗰樣嘢咁樣。咁所以我就揀咗食素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今年而家六月啦，我超過一半嘅時間都係食緊素嘅，係。即係我其實一有機會，我每個禮拜至少2至3日都係逼自己，即係想要自己食齋食素，係啦。即係實行多啲咁樣樣咯。係啊。開始40日之後就可以即係更加做得多啲咁樣樣。咁啊 ，Jean 其實 share 咗一個很好嘅信息俾大家。咁其實。佢當然啦，即宗教信仰嗰方面可能會令到佢即更加去 speed up 去做呢樣嘢啦。但係個情況就係話，其實我哋喺每一步行多少少，即係譬如好似阿尊長都有講啦，之前有啲嘉賓有講就係話，啊會唔會食少啲肉咧嚇，令到嗰、那個即低碳嗰、那個即可以令到目的係做得好啲咧嚇咁樣。咁其實啲低碳生活咧，亦都係即從我哋各方面嘅日常嘅生活嗰度嘅小細節咧，可以做嚟嘅嘛，尊。係啊，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可能諗。過要做 vegetarian 啦，不過有可能諗咧會唔會太麻煩啦嗰樣嘢，咁所以我其實係鼓勵大家至少抽1至2日每個禮拜食素嘅，咁就可以make a good start 咯。係嗱，咁啊，女士當然就好似好似上下村咁啦嚇，咁你睇下啲皮膚幾靚係嘛，個人都好靚，咁原來食素可能有啲關係都唔定嚇。咁男士又點咧？係啦，男士如果想做得好啲，嘅 fitness 咧，係啦，亦都係可以咧參考下村嘅少少 advice 啊嘛。咁啊，村我將個時間交俾你，咁希望將呢個綠色嘅信息繼續傳遞落。OK，thank you， 唔該，村。大家好，好嘛。夏天大家會做啲咩活動㗎？通常我根本就唔想聽嗰首歌，已經觀眾咗。我就係想講咧，其實夏天咧，好多人會想去游水啦，去潛水啦，做一啲户外嘅活動。咁所以我哋要好好咁愛護我哋地球呢個環境，咁我哋就可以做多啲户外嘅活動啦，好冇？所以送俾大家咩歌？
随着气泡气轻放纵渐暖，神秘无限直伸，随下一生欣赏，宁愿以后留在海角，意识海泡跳着华丽探戈，我的世界放松停靠。逃避精魂分离的疑问，逃避不够感情隔着眼眸为生，逃避经历不幸的命运，潜于深海里放下我身份，不知海有几暗。Thank you.
心里的人家美好回忆永不忘记，跟着这节奏把爱说出口，浪漫的旋律在心口，牵着你的手，永远的守候，跟着我一起走，前線啊，或者環保嘅時候，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啊，呢個係好遙遠嘅事，唔係唔關我哋嘅事嘅，即係由其他人去做啦，我哋做到咩啫？但係其實咧，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係 connect to 每一個人啦，即係我 connect to you，you connect to him。每一樣嘢，我哋選擇做嘅每一個決定，或者我哋決定唔做嘅決定，都係會影響到好多嘢嘅。是有一個連帶的關係的，所以如果即我們很多時候會看到聽到看到國外有很多天災很多不同的問題出現的時候，其實是對每一個人的一個警告來的，一個 warning 來的，那我們是不可以說都未到我們未影響到我們就不理了，其實不是的，即我們始終會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所以由今天開始，一刻開始，我們就多點留意身邊發生的事啦。我們哇，有花喔、Thank you， 多謝你。阿姑知得發得嗎？知得發得嗎？我們講愛你啊 ，in case 你不知道我們噏乜。係啦，我講到就係由呢一刻開始，今日開始，我哋多啲留意我哋環境發生緊咩事啦，國外發生緊咩事啦，同埋不停去做多啲為呢個環境、為呢個地球做多啲，好唔好啊？好啊！我擺埋一邊先，唔好介意啊！介意。好，跟住我哋唱另外一首歌，叫做《Close to You》。It means we are close to everyone, and we are close to the world, we are close to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else. Yeah.
多謝曬你先。應該要等佢嘅音樂會啦。咁啊，阿Jim咧，咁啊 share 咗好多啲環保貼士啊，咁啊，大家記住。